可能就在门口看着咱们俩呢。怎么会？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公司开会呢。可是我打去公司了，没人接呀。啊，那个我没在公司啊，我在外边呢。你在外面哪儿开会呢？黄龙。我在会所呢，在会所呢。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问你回不回家吃饭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话问的啊！我这一年到头的，我在家里吃过几回晚饭呢。那倒也是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如果你回来吃饭的话，我也得给你留块生日蛋糕，不是？啊，彩云呐，啊，今天你生日啊！ 哎呀，你看看你，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你这么着啊，你喜欢什么礼物啊？你自己去挑去啊，然后回头我给你报销。哎，一定要挑一个贵一点的啊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干什么呢？好了，你忙吧，我挂了。不是那个，彩云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 生日快乐啊！谢谢。你刚才不是捏着嗓子为我唱了一句生日歌了吗？我怎么生气了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看你是唯恐天下不乱。谁让他搅了我的好事了？嗯。 不错不错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口啊？猜的。啊？猜的？怎么猜的？性格决定命运吗？不会吧，东大师，吃顿川菜你就能跟命运扯上关系？我没说完呢。性格决定命运，我觉得像你这种轻奢口快的辣妹嘛，这种川菜应该符合你的口味。说的还真是挺对的，不过我这把年纪叫辣妹有点不合适吧？辣姐。 辣姐，明天人这么叫过。哦，那只剩一种光荣称号了。嗯，不说，虽然我年纪也不小了，但是我离辣妈还是有一定距离的。嗯，哎，你别光让我一个人出去，你也吃，我又不是饭桶。快。说实话，我吃不了辣的。嗯。哎呀，海峰，你可以不用对别人都这么好。 你别老什么事儿都替别人着想，行吗？嗨，不就一顿川菜吗？你看你说哪儿去了？你跟海涛那性格要是能匀匀就好了。他这个人呢，一心只想着自己，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呀，你就让他装孙子都行。你跟他呢，正好相反。不是，我觉得表哥性格挺好的，只是可能就他。 很多时候他不愿意表露出来。海峰，你的性格太容易受欺负了，人是不能太自私，但有时候也得为自己着想，不能老为别人活着。可是老为自己活着也挺没劲的。干嘛不为自己活着呀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人类早就不存在了。嘿嘿，真能说，装吧你啊。装吗？ 装，装高尚。哎，小小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还真打算跟那个园丁过一辈子呀？还没登记呢，总不能提前琢磨离婚的事儿吧？还没登记呢？哎呀，那这么说，你跟何小何是有机会了？别开这种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段爱凡，我很认真的跟你说，不是所有村姑都淳朴，不是所有老师都高尚，不是你们家那几个老太太说的都对，眼光都准，明白吗？怎么说呢？我自己的婚姻啊，不由得我自己做主，我只是为了了却老太太们的心思，给他们一个安慰。哎呀，悲哀。 你说你这么好的一坨牛粪，竟然让那狗尾巴草给呛着了，让这些鲜花情何以堪呢？哈，哈哈。
有什么需要啊？说吧。我需要什么，你都能满足我吗？那当然了。那我可就说了，直说吧，你需要多少钱，你跟我说个数，明天我就打到你的卡上去。我不需要钱，我就需要一个好老公。 这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没开玩笑，看把你吓成那个样子。嘿，我怕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将他残害怕的。那你敢娶我吗？这别逗了，你马上就是老东家的媳妇儿了。再说，哪个男人敢犯重婚罪呀？ 那个肚子撑起来了，连夜吃歪了。今天谢谢你啊！别客气，咱撤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光想着吃了。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。这不是听说你要结婚吗？啊，我们家老黄特意交代我的，然后把这个给你。不，不是，不行，真不行，这个太重了。怎么就重了呀？我还嫌轻呢，赶紧拿着。不是，别，别这样，我。 这太重了，心意我领了，心意我领了。不是，这可是不要白不要，你傻呀你！别，别这样，事儿，那个我棚里面还有活，我先走了。你坐。这是我的意思，你总该要了吧？你的。对，我的。 那之前凤梅，也是我的。那你跟我说还不？我愿意呀。哎呀，你就别墨迹了，用得上你就用，用不上你再还给我。走了。 小姐，去哪儿啊？谁小姐？那大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叫谁大姐呢？我有那么老吗？女士，那我叫你女士总行了吧？对不起啊，师傅，我今天心情不太好。你来我的海边转一圈吧。你也听这歌？ 风雨中爱恨成河流，都快成黄海市的市歌了。都快成黄海市的市歌了。曾经以为爱情是开花结果，说好了风雨无阻任我漂泊。你说，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都是一样的人。 为什么贫富差异这么大？为什么我就生在贫民窟里面？可能因为我们家穷吧，所以我从小就很懂事。我考上了大学，可是家里没有人供我。你知道我妈怎么做吗？